世界面包大赛，当胡歌响彻全场。评审说，世界杯历史上把团队精神发挥到极致。追踪渔工之死，血汗渔业改革之路，在调查报告里面看到疑似强迫劳动状况、超时工作、吃不饱、被克扣薪资，甚至人身暴力。走进福山部落探访退休校长的有机农园，族人帮忙我采收，有时候满园都是人。我是喜顾雅外，请锁定华视新闻杂志。